怎么回事啊？我刚想去逛街，然后被他打，然后我就晕了。光天化日之下有这种事啊？是啊。你拿什么东西啊？这个，这是防蚊的。我看你在这里太辛苦了。防蚊的？对。我在这里阴那么阴凉，也没有蚊子啊。没有蚊子啊？我看到那里有一只蚊子。你干嘛呀啊？我干嘛？迷浑水，你跟我说是防蚊吧？识相了，自己乖乖乖乖的拿筷子再给。我们可是人贩子。人贩子是吗？对。光天化日，原来那个是你的同伙。是我同伙要怎么样啊？是不是？他是我老公，你那个同事。我跟你说，等一下就被他抓起来了。现在我就是捉你了，是哎呀，你个死婆娘啊！不行，哎呀，把我放了，抓抓那个女孩子干嘛？啊？光天化日的抓人？你也知道光天化日啊？啊，这个保安，这傻傻的还追上来，不知道老子有秘密武器吗？先装着，我那个同伙应该也差不多得手了。走走走。两个居然一起作案，不行，我那个同事肯定有危险，怎么办？有了，老大，这个伯娘，搞定他了！操！他妈的，臭伯娘！他妈的，你看看你们啊！居然利用同行经来作案，你们想干嘛？想干嘛啊？我想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哎呀，又拿那些东西来喷。你那个同事，我一喷都喷晕了。哼，又是拿那些东西出来祸害人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啊，原来这个女的也是拿这个来喷，原来你们早有预谋了是吗？哼，啊，知道就好。想把我们弄到哪里去？识相的就把他，把我的同事拉下车来，然后去投案自首去。你脑子进水了吗？啊，你叫我去投案自首啊？去不去？我去你妹！等我把你放低了，你就知道。放低，我看你们自己不去，不要等下我带着你们去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接我两脚再说。接就接。起来啊！起来！啊！这死我娘！啊啊啊！没想到还有两脚啊！没想到。把我弄到哪里去？行行，放我！老板，放你啊！你刚刚想过放我的同事吗？啊啊！你怎么做事的？这个女的都搞不定啊！我打不过她呀！跑！跑哪里去啊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今天你那么松，还那么松是吗？我问你这个臭保安，今天我放你一回，不叫你了，就叫你那个同事。就叫我、啊。你想走哪里去啊？问过我了吗？问你。经过我同意了吗？我让你走了吗？哼，你这个保安不要给脸不要脸呐 啊！行了，谁让你给脸是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们还有老大，等一下我们老大。立马就过来呀！识相了，把我们放了。
还有老大师吗？啊！哎呀，给你脸不要脸是吧？你去冲浪，你把我同事拉下来，出去。拉下来，放了我吗？对啊，你拉下来再说。去，真的让我打了他，那个牙齿都掉完去，我跟你说。那我去，我去。等一下你，我把他拉下来，你就把我们放了。快点，看看你们啊，想把我们弄到哪里去？弄哪里去？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哪个老板要就给谁，至于干什么，我管不了那么多。给你，走走走走走，走什么走？把他叫醒，怎么叫醒了？插到人中就行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差点就被他们带走了。他们说要送，把你送给老板去。你不是说我把他放下来，你就把我们放了吗？放你们，就相当于放虎归山，放着你们再继续去祸害别人是吗？啊？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金盆洗手，再也不干了。还金盆洗手？不是说有老大吗？叫他过来呀、啊。那唬你的，对呀、啊。你们已经触碰了法律啊！要是有老大，也让他们一锅端了。就是，千万不能放过他们。没有。法治社会，人家光天化日的，居然还明目抓胆了，连我们保安你都敢抓？就是啊，现在人我们也没抓到啊。对呀、啊。没抓到。没抓到，但是你们已经触碰了法律，你们肯定是做了老手的了，不能放过惯了。没有没有，今天就第一次啊！今天要报警了没有？哪有手机报警？我今天出门那个手机没有电了。要不我们把它拨到那个？不用报警。对啊，没有手机就算了，我们走了。想走没有那么容易，我们拨到那个队长那里。拖，突然我就不好意思报复你们，去我们队长那里，让队长报警，走走，我们一定会报复你们的。